今天是不是跳绳考试啊？那不然你以为呢？我试试。大神，你就坐等考零分吧。哦。德利亚学的怎么样啊？今天跳绳考试，跳不到500下的人请家长。灿灿老师，我先来吧。梅丽还是很积极的，开始吧。时间到，总共239下。哎呀，我以为练了这么久能跳多少呢，不过如此呢。你说谁呢？我们再怎么跳也跳得比你多。就是，臭臭加油。188下，我说臭臭，你这也太差了。菜菜老师，大圣还没跳呢。行，大圣到你了。看来你们三个人今天是要请家长了呀。哎呦我去！啊！什么情况？这大圣也太厉害了吧！哇！这什么情况？哎，499、500、501，好了好了，大圣都已经500以上了，真是高手。那就是说我不用请家长了。可以啊，大圣体质不错嘛。不应该呀、啊。你们两个明天把家长给我请过来，现在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你们平时不好好锻炼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。哈哈，请家长的是你们两个哦。我大圣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这大圣又迟到了。灿灿老师，一会儿咱们真人游戏组队，咱们就手心手背组队，咱们一起出手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那你和大圣一队。哦，不不不，我要和女孩子组队，就这样一开始决定了。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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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圣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今天我们按手心手背分队，准备好了就开始吧。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手心手背，大圣，你又是一个人一队，我一个人一队，你们照样输。大圣，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让你赢的。好了好了，大家跟我去领装备吧。这大圣没有装备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咦，前面有空投，咱们去舔空投吧。好主意，出一面。哎，这今天也没带做游戏装备的材料，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能用 P 放出大碗宽面，系统将奖励你一个灭霸手套。哎呀，灭霸手套，到时候我就一个响指。好，我接受挑战。恭喜大圣获得灭霸手套。大功告成，找他们。蔡蔡老师，这空投也太富有了。我们明天稳赢了。还稳赢？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灭霸手套的威力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身体，我感觉我的身体快要消失了。这些装备都是我的了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